怀收看八月十六号礼拜五的蓝天新闻，我是廖一顺。台南市政府每冬拢会举办文旦大赛，今年报名的人气是相当踊跃，总共有61名游客拢参加。即间农民伫咧果园进行采果，并将由专家进行果品的评审，同时需要通过411项的农药检验。目前正是文旦的采收期，请民众踊跃购买在地农产品。我到文旦米果开比洪灾受损是真严重。为了平息台南市的文旦农，市府了叫每冬拢会举办文旦大赛。今年总共有61位游客拢参加，除了需要通过第一阶段的果园评鉴，现在也进入第二阶段果园的采果。今年的文旦吼，虽然有受到这个风台吼来。损失一点嘛，嘿，但是无严重啦，所以大家会当放心吼，来采购咱码头的文旦。良好经营管理的油啊园，才会当生产高品质的文旦。果园评鉴是文旦评鉴资格赛，嘛是实名赛，入选了后才会当进入一个阶段参观采购以及农药残留检验。最后则是果品的评鉴。油啊，像即阵吼，阮看天气好的时阵，阮的油啊已经有8分熟啊。好食的油啊吼，唔免一定放甲足够熟，嘿，慢落来就拢做好食啊。咱来甲放下，吼消水，吼、哦，差不多一礼拜、两礼拜、三礼拜，迄、那个口感风味拢一直在提升，就是讲，咱会当迄个咱的麻豆文旦的这个特色吼，就是讲，伊果酸伊放下，伊就果酸去转换果糖，嘿，一直转甲吼，咱感觉讲吼，食了会顺口，袂麻脆。随着果农进入文旦的技术提升，文旦大赛是愈来愈激烈，并且对着各方面的评鉴嘛愈来愈要求，好文旦大赛是真竞争。咱听新闻台上廖一顺马道区采访报道。今年是电信公400岁生日，中华邮政公司特别发行电信公400年诞辰纪念邮票。这次纪念邮票的图案是使用台湾博物馆典藏的国宝作品。地心宫的卫生社团是上早也是上接近的地心宫卫生背景，加上故宫博物院典藏的明朝地心宫草书中堂做的作品，是相当有收藏的价值。地心宫1624年到1662年，率军来登陆鹿耳门，来开垦着台湾兴建学堂，建立着府邸，包括着子孙啊三代共同开创台湾历史发展新纪元。今年台南四百嘛是地心宫400岁生日，中华邮政特别发行了地心宫400栋的诞辰纪念邮票。今日吼是这个中华邮政吼来发行按地心宫的这个邮票，其实地心宫的邮票上一次发行一定是1962年啦，哦，按今年2024年发行的这个邮票是按这个400岁的生日哦特别发行，希望借着这样子的一个邮票的发行哦，让更多的人哦，也让了解这个四百当前哈，郑成功也一个历史的一寡对历史的影响。地心宫四百的这个纪念邮票上过的地心宫祖庙举行发表记者会，台南邮局副局长郑佩如表示说，这回纪念邮票包括多文当时国宝级国有的收藏价值。今年刚好咱台南四百吼，拄啊地心宫四百的生日吼，来做这个邮票吼，来发行吼，让世界来捌台湾，来认识咱台南吼，等大家来共同为台南吼来增加咱台南的供应安尼啦吼。3、2、1，请揭幕！来，大家掌声。而发行着纪念邮票，伊着电信公所的董事长、顶干部，佮有台南市政府、佮台南一个顶单位，留下着布幕，将这纪念邮票的图案，佮大家来见面。而配合着纪念邮票来发行，台南邮局伫现场嘛，设立着临时邮局，提供着邓英娜的服务，吸引真济纸友迷来排队等待。南天新闻台下台南采访报道。庆祝台南四百，北门区公所联合当地宫庙三寮湾东龙宫举办宗教巡礼形象活动，由大北门地区各中以及各小的活动展现创意，在东龙宫的庙埕高挂数百的高压灯，来营造喜气的氛围。7月30号之前，游客只要到三寮湾东龙宫来打卡，就会当送文创小物，还佮有庙口额底拍一5元。北门三寮湾东龙宫的庙埕挂满10花5色的高压灯，相当的显目。
庆祝台南四百，北门区公所甲三寮湾东龙宫推出宗教巡礼行销活动，希望吸引外地游客前往佚佗。为了吼要迎接咱台南吼，台南建成四百年啦吼，啊个阮即个三寮湾东龙宫吼啊创建360周年吼，啊所以阮北门公所吼就交即个三寮湾东龙宫吼啊做一个结合啦吼，把这个庙这边吼。营建成一个光的环境啦，啊，所以有很多一些灯笼，还有一些荧光的一些吊饰啦，哈，啊，还有相关的一些入口意向的一些装饰，啊，为了就是要让这个台南四百哈，啊，台湾北门这个地方哈，啊，有一个展览的机会。每一只歌仔灯拢是大北门区各中以及各社学生彩绘创作，将日台南四百两年主题及在地宗教文化特色。会活动真添创意，同时也希望各地的这个游客可以来到我们北门哈啊，阮这个三寮湾东龙宫家来参观我们这边的一些啊光的一些装饰，还有一些入口意象，同时还有我们的这个宫庙博物馆也是我们三寮湾东龙宫啊来这次得到了这个殊荣啦。啊，在这边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东龙宫啊，来阮家看看的，行行的。在一月底之前，游客只要到北门区三寮湾东龙宫打卡，就使得到台南四百龙来台南文创小物，庙口的美食地卖当拍一个块，邀请各地游客来游览北门。咱台视物料山北门区彩虹报道。山内市顶啊，若是无整理，一家地每冬的固碳量伫50吨以上，而且时间一久，老化气顶卖生产着沼气，容易引发着火烧山。工业医中分院利用气体吸水的特性，将伊变成着气体棒。这款的循环住宅用来饲鹿角蕨，相当实用嘛，真耐用。使用了后，淘汰阁会家己分化，变成着肥料。被造成到环境危害。桌面上挂着过来鹿角蕨，饲甲相当的清脆，嘛生了相当的好。不过顶头所用的这个棒啊，甲一般印象看到的无啥共款。其实这个板材是用着气垫所来做成。负责应用的话，哈，这个一个板子我们大概用85%以上都是竹子。那用竹子的情况之下呢，我们希望做次竹板，来应用到现在很流行的一种，园艺呀，好园艺疗愈啊。那这样的情况之下是另外一个商机啊。生在山内的这气体大概5吨都有一个生长循环，老化的这竹啊，若是无处理，后来有可能产生着歹空气，会来容易得火。工业医中部分呢，深耕着竹循环的这材料技术，利用着废弃的气体做成着这气体板，伊的吸水性相当好，佮会当保持适合的湿度，比着市面上所卖的这茶板，加了稳定性，佮会当防虫，佮袂生菇。把我们供应链的技术哈，建置在跟厂商结合出来，做一些自主的一些那原因材料。它回归到大自然之后，因为它是一个近零碳排，因为竹子本来就是生物性材料，它其实在对于大自然环境中，它从原料就是所谓的近零碳排的概念，然后它回归到大自然，它还是会分解掉。将废铁来变成着这日金，除了是解决着山内这老化的这湿地无出太阳气的困扰之外，嘛创造出一项新的循环住宅。而湿地板使用了回归自然，会当家己来做分化，变成肥料，对环境阁袂造成二次污染。今天新闻台社桂林采访报道。为着防止着贼偷或者是营业的纠纷，袂少餐厅店家拢会装设着监视器。提醒也看到一间新开的姜母鸭店，唔呐，伫咧用餐的空间装设监视器，就连停车场、厨房等等的所在嘛，拢有电源的存在。而且表示讲，为着保障人客的自身安全，那个食安健康，才来装设着开播大宽屏提供的 AI 店家防护系统，会随时拢会当透过手机啊来看店内状况，方便阁会当安心。位于新业区延平路的这间姜母鸭的专卖店，为着提供人客上优质佮安心的服务，伫知影在地蓝天有线电视有提供智慧监控设备了后，就伫店内外装了8G的监视器。除了柜台用餐的空间有装之外，头家还佮伫个便所的走廊、灶卡佮停车场嘛拢装装，唔呐是保护人客的人身安全，嘛注重食材卫生佮健康。我们的店停车场
至少有45车格都是监控，出入都是管制，方便客户。我们店里面内外以及男女侧间，我们都有监控在外，我们在保护客户，不希望他们受到伤害，所以我们整个都是监控，监控由蓝天有线电视监控。业者表示，这款的监视服务非常方便，只要有手机啊，就当随时看到店内状况。若是有可疑的人士出现，也可以及时来警告，并且将画面自动传到云端来备份。我们的监控平常就是连线在手机里面，如果有人侵入或怎么某某什么，我们监控就会响了，我们手机就会响，入侵。不容许有一些不法分子，我会作歹。业者指出，会装这么多支监视器，除了方便之外，也避免一些小弟哥对人客卡来手来，或者是有身份人伫个灶卡黑白出入，提供人客一个安心舒适的用餐环境。南天新闻台的新闻采访报道。台北洪台过境造成饮水灾情，对着日前有李长院讲便当的问题，带着民众到公所讨公道，予人是看了真不甘。咸水区十二位里长今仔日前往咸水区公所来送花加油打气，感谢对着救灾及灾后复原的努力。赞！赞！咸水上帝庙的这个主委陈辉成以及区内十二位里长，今日来到着咸水区公所，表达对着区公所的这个支持。因为堪明洪台期间，公所团队这个救灾无眠无日，大家是咱看会到，袂当因为讲这三言两语，而把这个公所功劳全部咱抹抹掉。你对着张武里长带队到公所来抗议事件，造成公所的当然士气真低落。区长是感谢里长甲乡亲的支持鼓励，嘛感谢民间团体自发性合作运送着物资。里长的辛苦救灾甲灾后的这复原，南天新闻综合报道。区长，站！新闻进行到这，先来进一段广告，广告了继续了解其他的新闻消息。感谢乡亲，伫个广告了，搁当来咱个新闻现场。距离中秋节，咱搁有个外围时间，为了抢攻中秋送礼个市场，新市区拢会利用家己个法人毛豆香松，甲知名业者明星食品来合作，推出着阳光鲜豆卷破秋礼啊！多层厝个饼皮包淋毛豆香松，食起来酥酥胖胖，咸甜咸甜的滋味，而且配合着台南四百的起司格包装，含量敢那有2000盒，卖完就无啊。咸啊咸咸，咸啊甜甜，咸甜咸甜啊。哎，哦，一点点啦。公公的是咸甜咸甜，咸甜咸甜啦。哦，嗯。真好吃。吃了一口，后礼拜较正式要来贩售的阳光鲜豆卷，民众反映讲酥酥脆脆，咸甜啊咸甜。这个脆甜蜜的点心是新市农会今年上新推出的伴手礼啊。那最特别的是，我们这次跟台南在地老牌糕点名店明星食品来去做一个联名合作。那透过这个明星食品多层次饼皮的这个工法，结合我们在地的这个新式毛豆的特产，每一口都是极致的享受。
新市农会抢攻到中秋送礼市场，今年是跟知名烘焙业者明星食品来跨界合作，将这毛豆香松放入到多赞厝的饼皮内底。而这个鲜豆卷不但会当一个营养甲美味，阁有较高的职人精神伫内底。阳光鲜豆卷的这个内馅呢，我们包覆着的是我们的毛豆香松。那么毛豆香松是一直是我们的畅销产品，那它就是用长时间的这个高温烘焙来去将我们的这个毛豆的纤维给去淬炼出来，那每一口咬下去都是咸咸酥酥，然后口感丰富这样子。你这个新推出来阳光鲜豆卷的盘手呢，包装设计根据台南四百意向，看起来素素的外壳啊，摸起来是粗粗，有无同款的意义在内底？那我们的外包装部分呢，是同时为了庆祝我们台南建成四百周年的这个意向。那尤其我们也是符合这个 ESG 指标所推出的这个外包装的这个材料。那我们可以摸到这个外包装的这个表面呢，是稍微有一点粗糙的，那就是为了呼应我们毛豆高纤的这个意向，然后来达到这个永续发展的这个理念。新市农会这回推出到含量2000克的台南四百纪念款，而且阳光鲜豆卷，后日摆将正式的贩售，去配合中秋节来搞，包括着毛豆烟尘、毛豆食甲毛豆面顶系列商品，毛秋节的优惠好康。平常中秋要送礼，不妨参考看卖。南天新闻台下新市采访报道。专门照顾低龄障碍者的皇家启能中心，以来有开设着喜鹊儿之屋烘焙坊，内面所做的手工饼甲点心，拢是来自义兴。除了将商品送礼来取得认证之外，嘛透过各种的活动场合积极来行销，这嘛让皇家出品的礼啊，拍出知名度，受到市场的欢迎。在工作坊内底，唔免人定，就会当各自完成着糕饼制作的相关流程。即群动作看起来相当美丽的大汉囡仔，其实是皇家启能庇护中心所照顾的低龄障碍医生。他的模仿吼，全部是手工的一个烘焙品啊，所以从较早咱是一个客厅级工厂啊，我基本是作业室就是我们的工厂，我全部的改变，下个礼拜来这边是没有办法进入的。智慧全部都改变成看不一样的状况。中心是一个喜鹊儿之屋的烘焙坊，挑选着稳定，对着烘焙有兴趣的艺兴，加入着三者行列。经过一遍又一遍的训练，每种艺兴都可以完成各自负责的部分，包括着包鸭、庆冬和冬阴等工作。艺兴除了是生产手工饼、夏威夷塔等等点心相当在行之外，推销的鸭也很厉害。这是我们自己手工制作的手工饼干，这是杏仁抹茶口味的，然后这一包是可可燕麦口味的，对，很棒。好，然后还有呢？然后这是咖啡爱梦口味的手工饼干。皇家启能庇护中心成立超过着40年，先后搬过着几个所在，后来伫南区清水路落地生根。目前收容超过着100位无同款智能障碍的囡仔，透过着课程、甲烘焙坊以及农场的这个训练，互应生找到家己的兴趣甲自信。自主独立，展翅高飞，也许是梦想，至少可以让这些喜鹊儿珍惜平凡的工作。只要肯努力，生命不会只有身影。伊烘焙坊因为有一群训练有素的囡仔来加入，中秋节来到，几项应景的礼盒商品相当受到欢迎。应付着目前的订单的需求，和这群囡仔是无应该相当欢喜。南天新闻台谢德兰采访报道。嘉义区民安社区拍拼伫个社区营造，即次执行文化局社造补助计划。邀请到社区以及德班的老师蔡世伟师傅合作，用德班的手法来完成一件大型的装置艺术，放伫咧民安社区的主要道路边啊。那中现农年农村的风貌，也象征社区居民团结一心的力量。嘉义民安社区执行文化局社造补助计划，今日展现德班工艺成果，大家是拢真欢喜的，当为社区尽一份心力。那增加社区居民的感情，完成的作品未来也可以美化社区，真有成就感。我工艺手作是已经差不多
将近三年了。啊，会来创造这个工艺艺品，是因为阮社区有一个工艺达人，啊，会当来创造。今仔日讲来伫阮社区做一个工艺达人，啊，来收寡学生，吼，啊，来予大家有趣味来参与，啊，嘛有办小旅行呐。平安社区甲天社这边发展协会蔡世伟师傅合作，透过独立的设计编织。搭着车站尼农村店记的高停本，那将这变成一个翕相的观光景点，卖使将这个文化技术代代相传。这届高停本伫遮迄个复刻，应该是咱台南第一座创新的吼、哦、社区营造，应该我甲看看，应该无人有咧做这个物件吼。啊，这个物件做伊遮非常有意义，因为这条个是咱闽南社区咧出入的主要的道路吼、哦。啊，所以讲来来往往，大家拢当看到，啊，卖当好。吼，咱迄个少年一辈知影讲咱先人的迄个智慧。因为社区内底有一位师傅从事这边的产业，因此希望结合着观光甲教学，将这项传统产业复兴。啊，爱有一个景观啊，是啥物货特点啦、啊？哦，啊，这是爱与智慧啊，无我是想要搁做较好看的咯。未来嘛，将会继续推动社区营造的工作，或在地居民或者是外出的子弟感受到社区的改变。咱台视木料山家里采访报道，一名70岁男性长辈脚只偏去上卡是疼了几啊冬，最近两个月症状更加严重，无法度连续行路超过10分钟，因此到基米病院来就医。经过医生的诊断是椎弓跟解离性滑脱，最后采用脊椎内视镜的手术，将伤病比骨刺地掉的神经做减压改善。因为是内视镜微创手术，发表是只有3.7公分的小空隙，手术了第三天就顺利来出院。一般人若是有脚麻或是脚趾痛的疼，咱怀疑可能是得到神经缩地术，其实医学上相当少看的椎弓跟解离性的滑脱，卖造成的脚趾痛疼甲脚麻的情形，都就70岁这男性长辈被这个镜头困扰了几啊冬。他椎间盘如果损毁之后松动之后，他就会把压力就会跑到后面的背侧的小关节上面去。那如果当后面的小关节它也因损毁脱位之后呢，然后整个脊椎就会往前滑动，这个就是一个脊椎滑脱的现象，这样子。然后跟那个后面小关节都损毁之后，它也会慢慢的塌陷，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说人老了之后会有个得骨的状况，就是会慢慢那个软骨都磨坏了这样子。基米亚中心骨科部医生吴宗木表示讲，椎弓根的解离性滑脱是一种相当少看的疾病，病人因为讲这个手力无啥适当，地输着登去造成着这个脊椎出现了前后来凸起的情形。大部分的病人并无明显症状，但是呢压迫着神经就知影疼痛了。然后可以看跟其他节比起来哦，下面那个正常要很白啊，那个神经要很宽，但是可以看到中间那个地方，就是那个我们的神经被黄韧带压迫的很扁，找这几个箭头的地方，大家可以明显看到一些椎弓跟骨刺压到神经根的位置这样子。透过着核磁共振，会当看出着问题所在。经过医师利用着这个脊椎内视镜的手术，可以解决着这款的困扰。需要3个大概小1公分的伤口，就可以做到很完整的骨刺清除动作这样子。不过因为脊椎手术现在一直在发展，而且从大伤口到现在微创手术，然后到现在这几年最行的就是脊椎内视镜手术啊，它算是一个蛮标靶性的手术，就是它只针对我们的长骨刺的地方病灶位置做个切除这样子而已，所以说它伤害也算是非常非常少，算是一个标靶性的手术。你这款的手术除了是用在脊椎之外，也可以应用在颈椎和胸椎和两骨的肿瘤等切除，也因为是内视镜的手术，所以说工序相当的小，病人通常只留下着3个小时的空，而手术了3天就当来出院。你这款这椎弓根的解离性滑脱手术了适当的复健，同时做着腰部的保护，不到一个月症状会当大大改善。南天新闻台声音控彩虹报道。新闻最后来关心到明仔天气状况。根据中气象所资料显示，明仔8月17号，当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者是雷雨，温度26度到32度，降雨的几率是50%。除了关心南海方面的气象，在东西岸边沿海方面，多云局部阵雨或者是雷雨，透着偏南风效应。风力4级以下雷雨区阵风8级。继续来看明仔农民历，国历8月17，旧历是7月14，适合安葬祭祖、禁忌吉体书。穿着寿衣员58岁刷当兵。以上是8月16号礼拜五的蓝天新闻，
我是来算这里平安愉快，下回请继续收看南天新闻，南再会。